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幸运轮盘刮刮乐，每张收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。哇，老台所有的奖金都加倍呢，就幸运号码这边会有倍数，中了多少，那个就乘上那个倍数就对了啦。然后呢，玩法说明，各个幸运号码下方就有其对应的倍数符号，然后每一个您的号码如果有对中的话，就会得到对应的奖金。那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就是中奖的。然后该奖额的金额乘上上面的倍数哦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00，其实是100号啦。希望可以中大奖啦！所有奖金都加倍100倍。好，大奖，来，直接把它放大，差不多都应该差不多照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这刮上次刮上张。中了800元了，这一张希望也可以中大奖了。先把幸运号码刮出来，现在知道幸运号码在中间了。来，幸运号码几号？幸运号码是6号、18号。哇，6号是3倍啊 ，18 号是2倍。18号乘以2，还有个几号？7号、6号、18号、7号。来，希望可以中奖。延续上一张的好手气啊，6、17、18，来，开始来刮吧，来，06、06、06、06、07、18，有没有？06、07、18有没有啊？来一个吗？好啊，您的号码，哎，怎么都没有号码？23没有，06、07、18，15没有。这边呢，06、07、18，06、07、18有没有？06、07、18，26没有。哎，怎么这张好像号码很少啊？06、07、18，24也没有。06、07、18有没有？来一个吗？来一个06、07、18好不好？有没有这个几号？21、14也没有。来，先把这边刮完好了。06、07、18有没有啊？06、07、18，06、07，怎么都没有数字？16没有啊。来，06、07、18，100元也好啦，200元也好。现在突然觉得有中奖就好了啦！来，06、07、18，还有没有数字？下面应该有吧？06、07、18、17啊，不是07，哇，11也没有，06、07、18没有，19哇，差一个号码，差一，哇，还有没有数字？来一个嘛。上一张中800呢，这一张会不会中奖？来，06、07、18，哇，剩下一条码了吗？哎，真的呢，哇，这一张杠估啊，哇，检查一下，06、07、18嘛，23、15、16、16没有啊，真的都没有，哇，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。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幸运轮盘刮刮乐，尾数00，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